哎呀，我俾你吓死啊！你咁大声，秋香，乜你唔陪我哋读书噶啦？得啦得啦得啦，我有得闲就去陪你哋读书。秋香，我有嘢要同你倾噶。秋香啊，你叫我啦。你记得今晚嚟喎吓，我先走先啦吓。哎呦！哎呀！秋香啊，乜你老兄弟都好似似青鬼咁嘅？咩事啊？我头先见你同我大哥喺度倾偈，你哋倾乜嘢啊？我同大少倾偈，又点讲得你听呢？我又有啲嘢想同你讲，你又千祈冇。唔好同人哋讲噃，你又有嘢同我讲？讲乜嘢啊？臭气！我满心欢欣啊，见着你，我依家识作诗，红梅啊和情啊诗啊，臭香我为你相思。臭香我哋情和意，时时怀念你，天天都想你。你想高分，你想高气，你不怕千万打你万气。今晚我向花园啊停候你。唔使啦，唔使啦。要噶，要噶，要噶，你记得嚟啊！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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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。咦？吓？哼哼，我都系信你唔过，我要同你勾手指，唔使啦啩？要嘅，好啦，中花，佢又唔系秋香，我走先啦。二少奶啊，我都翻去瞓啦。忙忙忙，喺度忙乜嘢啫？哦，睇风景啫嘛。风景有乜嘢好睇呀？仲入去？哦。共你共谈情，难掩心中高兴。我一心爱娇轻，情妙爱歌不过我用情。我爱秋香，爱秋香，望天你可度静，盼望远结三生静。二少奶，你都嚟咗啊？啊，系啊，我见瞓唔着，
出嚟赏下啲花啫嘛。依家冇咩事啦，二少奶早唞啦。帮你啦，唔使啦。咦？你仲话你话噶？系啊。哎呀，你好胆啊！将两位公子嘅头画喺个掌心嗰度。你分明当两位公子系禽兽。吓、啊？你好胆啊！我讲俾夫人知。秋香姐。秋香姐，有请夫人。夫人出嚟嘅。哎呀，秋香姐。姐咩姐？啊，秋香，乜嘢事啊？夫人啊，你望下华安几大胆啊！睇下佢将两个公子个头画咗喺个掌心嗰度啊，证明佢想侮辱两公子。
哦。华安，你好大胆。夫人息怒，夫人啊，我画呢两幅画，无非系想赞下两位上公嘅啫。想赞佢哋？系啊，夫人，请听啊。图上未提诗，难怪你雷霆动啊。口中吟诗句，凋零剑下战旗功啊！第一句唔错喎，秋香。嗯。莫非错怪了华安？原来着图系为歌颂啊！这是何意？甲族传书战略通啊！好攰，好攰。秋香，你亦通文才，为何看不动啊？呢度又点解？逃去汾阳藏满忽。用成彭祖一般同啊！好诗，好诗啊！华安，你赞得两位相公咁叻。哎呀，启禀夫人，两位相公得天独厚，如果假以时日，定必前途未可限量啊！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未听佢掩饰之词啊！画得好就有赏，如果画得唔好，点啊？两罪俱罚。哦，华安遵命。夫人啊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嘅请求。咩嘢请求啊？我求夫人俾阿秋香姐同我磨墨啊。嗯，秋香，你就同华安磨墨啦。唔同。去啦，夫人，去啦嘛，知道。华安，你画好，夫人会出嚟睇嘅。夫人请便。秋香姐。为不愧个生观音，慈航待我好有心，有秋香在旁伴我，华安真有幸。秋香同颜翠天生，真不幸。先生最喜欢秋香，多接近。为不愧个生观音，慈航待我好有心，盼秋香玉手轻霜。
画恶人。秋香红颜对天生，心分行。观音赐给先生福与分。秋香姐啊，嗱，观音咧就画好啦，唔该你请阿夫人出嚟啦。哦，华安啊，夫人，咁快画好啦？哎，画好啦，请夫人过目。画得唔错噃，哎，观音个样咁似秋香嘅、啊，秋香，你过嚟睇下，吓、啊，哦，夫人啊，观音似秋香，冇乜嘢唔好啊。观音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。秋香姐人品又咁好，夫人你又咁喜欢中意佢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挂幅观音像喺度，咪等于秋香时时喺你身边一样。华安，你真系识讲话、啊。夫人过奖。啊、秋香。就收起佢啦。哦，华安，夫人，夫人赏你二两银。哦，多谢夫人。夫人慢行。秋香姐，秋香姐啊，嗱，呢啲系你帮我磨墨嘅。秋香姐，秋香姐，秋香姐，太师呀、啊！问到府上有一书童叫华安，佢才文出众，我等顺道拜访下。三位贤妻太客气了，区区一个书童，佢点敢当啊？阿平，叫华安出嚟见客。是啦，你哋江南四大才子何以不见唐伯虎一起嚟呀、啊？哦，唐伯虎台太师，不知夫人华安有何吩咐呢？难得江南才子驾到，嗱，呢位祝枝山。嗰位文精明，呢位周文斌，快啲上前拜见啦！哦、啊，知道。华安拜见三位上公。哦，你就系华安，幸会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系啦。头先讲到唐伯虎，佢因咩事唔同你哋一起嚟啊？太师啊，近来病多失之息，客话人，皆因佢为女人，佢为女人，我曾。故到府中参此病，倾一下阿舅头晕，我实系巨胆的心，以致丧失神的魂，两手都震落。呢个病入晒心，要清心石斋静养多分。为何女人她娇弱得痊愈，事后时界的心减
的心才可养身，风流野恨变命运，恨而早上直啊得啊落啊线，免而离魂受到众将人红太子挂心。依家啲后生仔多数都系咁咯，华安，在你都系啊，要时时警惕自己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太师。启禀太师，皇大人叩见。哦。三位贤妻在，老夫入含堂便是，还安在，你待我款待三位相公，请太师请便。太师真是鸿福齐天咯，居然请个假员工做书童，佢个仔啊，梦中做嘢都几难咯。喂，叔兄，你使唔使咁啊？喺太师面前咁样讲法，讲咩啊？我哋冇讲咩啊？我仲话冇？嘿，你哋胡言乱语来追究。居心可护，实行气欺唐人。我系挂住你啦嘛，挂住都唔使咁噶，完全为你我阴心。今天三个特来拜光至深，你点看得咁癫至得噶？秋香三少令我行进迷魂阵。情愿为他受苦受难，我都亦甘心。秋香好厉害，佢勾住我魂。夫人身边小皮才识一等，使唔使为咗呢个丫鬟咁帮住自己啊？有缘进入华府去，心思盼考试方法上逢人，以你嘅练识才能，快走都得手咯。上司有梦，情人难相见，真可叹，只相机会总冇谈心。哇，我无法思其己，真可笑咯。想借助你奇谋和巧计。真可叹，望相思为情苦困。老祝，你帮我想下计啦。老祝，千祈唔好应承佢啊！喂，你，得要我帮手啊？系啊。嗱，只要扣三个响头先。嘿，咪话三个，三百个又点话？嘿，老弟。不必多来，自问老祖一向帮助人，做老弟应啊本分。话你知你即以马嚟，谂亲要包你稳阵。系，如此巴布好嘅话。秋香包你亲近，系咪啊？哎呀，妙计妙计，如此故事，等候佳音，请。有请太师。
嗱，我相请何事？启禀太师，华安想赎身离府，辞去西奔啊！哦，乜你想赎身咩？点解啦？哦，系咁嘅。竹之山上公到来，佢话想请我到竹府做西奔，管教佢的儿女呀。哦，你喺我家做西奔，去竹家都也做西奔嘅、啊。老夫自问并无亏待你，又必一定要去。哎呀，华安多谢太师，一向对华安另眼相看。竹相公佢话我年已弱冠，尚未娶妻，竹府婢女众多，话任我选择，一为作为妻婆，俾我早日成家立室啊！原来如此，系啊。请太师开恩。我话府有和尚，不是侍婢众多，亦可由你自由选择作为妻房啊！哎呀，如此说。多谢太师恩心义厚，我华安愿再效犬马之劳啊！你唔去竹家啦？唔去，唔去咯！阿平再传令落去，全体侍婢分批整装出堂候选，为华安选择配偶。知道。太师有命，来堂前睇侍婢分批正装出堂。等华安慢慢选，谢太师。哦，阿爹啊，咁多时皮，阿华安都唔啱，不如俾我咧。咪粗。点啊，华安啊，太师，好我有入耳人选咧。太师啊，好似府上嘅侍婢都仲未到齐噃，仲未齐。系啊，阿爹，嗱，嗰边有个嚟紧啦，嗱，你睇啊，嚟啦。中间的物档期华堂上圆共定了初相见做心情，时尚梦魂叫着华安心刚定。哎呀，华安哥，心爱的石榴来了、哎、我知道你个个不敢选我是吧？石榴姐、啊、你不好意思，你不啱我的。我不啱你？是啊。你不揀我是你自己冇福咋。是啊是啊。我回江南找何飞龙。哈、啊
太师啊，府上个侍婢好似真系未齐噃，真未齐。太师，你唔系咁样敷衍我啩？本太师又岂会言而无信？阿平，在你落去问下后堂，是否尚有侍婢尚未出堂候选？太师，夫人佢话秋香身体唔舒服，所以佢就唔出嚟啦。本太师言重如山，我曾答应华安，全体侍婢都要出嚟候选，我唔能够咁做嘅。你话夫人听，秋香立即出堂，不得有违。知道。啊！爹啊！爹啊！爹啊！秋香又系佢阿妈个，系阿妈个侍婢，系咯。咁由得佢咯，佢唔出嚟，唔出咪算咯。太师又令秋香出堂。秋香嘅聪明伶俐、美丽过人，我睇你一定会点中佢噶。太师英明慧眼，先得我心。华安心爱嘅就系秋香啦，谢太师，秋香谢。好好好，你两个可算系才子佳人，天生一对。阿平，传令落去，张灯结彩，立即。拜托，谢太师。Thank you.
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秋香姐，我哋有情人，终成眷侣。仲有第二个咩？唐伯虎啊，你衰收尾啊！你点算收尾？秋香啊，佢咁衰，你仲嫁俾佢咩？嫁俾我咧？你啊想啊？咪冲！我你话你系唐伯虎，只是非同小可，你到底系真还是假？我华安，如果系假嘅，夫人。点都唔会俾秋香嫁你噶，秋香姐，夫人啊，我嫁猪嫁狗都唔嫁俾佢噶啦，你同我作主啦。我，你有咩证据证明你系唐伯虎？哎呀，依家叫我去边度揾啲证据嚟证明至得噶？哎呀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嗱，只要你去同秋香讲，话我系唐伯虎就得噶啦，唔该你啦，唔该晒。秋香，我佢系我话定啊。家嫂，到底系咩意思啊？老爷，哦，果然是唐伯虎。秋香，你嫁得解元公，真系三生有幸，都无谓。再胎咯，秋香姐，你呀、啊，你是才人唐伯虎，如今你我中秋香，我又怕月嫁了风流之相，要改过做人我方行，系嘅系嘅，以后对妻重情。纵欲人命决心改过，只要你下嫁贤郎，我唐人向往天发誓，
终生爱情苦与秋香，我爱秋香，真情共结鸳鸯。真噶噃？真噶。华安，啊，唔系唔系，解完工，你成家立室就应回乡省亲。至于你嗰张埋身契，点啊？系你唐解完嘅墨宝，唔会有第二张咯。所以老夫留翻嚟作为纪念啦。系嘅，系嘅。谢太师，秋香姐。本期节目可以登录腾讯视频，搜索越唱越好戏。